最近，刘銮雄持续在香港卖掉自己的多年藏品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。持续两个月，刘銮雄已经卖掉了十几亿的藏品。刘銮雄动作频频，其实跟他们家族的家产争夺有不小的关系。吕丽君的子女已经长大，甘比可能有所担心，所以希望尽快把这些藏品变成现金，然后落入自己的口袋。前段时间。 刘明伟放弃华人置业主席的位置，同时把股份都卖给了甘比，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不过，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问题：华人置业几乎成为一家空壳公司，为何甘比还要跟刘明伟争呢？其实，这就是甘比聪明的地方了。二零一五年刘銮雄生病之后，公司就几乎是刘明伟在管理，当然刘銮雄一直在背后。 控制这家公司，其实从在澳门惹上官子之后，刘銮雄就大举把华人置业的资产转移到个人名下，包括了的万商场在内的众多资产都被转移到刘銮雄个人名下。另外，刘銮雄还把华人置业在成都、香港等地方的不少资产卖给了恒大。另外，从刘銮雄控制华人置业，他一直坚持高分红。 累积分走三百多亿的现金，刘览雄又利用这些现金把华人置业的资产给收购了。华人置业获得现金，刘览雄再进行分红，这样公司的资产就变成个人资产。因为刘览雄把大量资产转走，又没有发展新的生意，华人置业的市值也一路大跌，从数百亿跌到了几十亿，蒸发了九成，几乎变成了一家垃圾公司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何甘比还要跟刘明伟争呢？刘銮雄几年之前的分家安排，甘比分到了华人置业五成的股份，刘明伟分到了两成多的华人置业股份。不过，刘銮雄让刘明伟成为公司的主席，甘比则是执行董事。刘銮雄的意思很简单，甘比不懂生意，所以在背后待着就好，刘明伟才是自己的接班人。 不过，甘比显然不满足于此。甘比跟了刘暖熊之后，他从来不要刘暖熊的钱，但是他却让刘暖熊把自己的两个姐妹送到外国去留学。甘比的姐妹回来之后，全部加入了华人置业工作，这就是甘比早就安排好的。等到刘明伟接班的时候，甘比的姐姐和妹妹都成为了华人置业的高管。刘明伟接班之后。 其实，在华人置业十分难受，因为他几乎就是一个空壳主席。甘比想要自己独揽大权，于是他就让两个姐妹架空刘明伟。去年，甘比甚至特别在刘明伟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召开了公司的董事会，主席没有参加的董事会，可见刘明伟在公司的地位。另外，在去年的业绩发布会上，几次也是甘比代表参加，刘明伟都没有出席。 甘比的手段也最终得逞，刘明伟在公司一直被架空，他自己也选择离开公司。其实甘比表面上从来不对刘明伟做什么，他就是一直架空刘明伟而已。因为刘明伟是想做事的，所以这样的情况让他十分无奈。最终，刘明伟自己选择离开，在今年他把股份卖给了甘比，然后自己去海洋公园当主席。 那么，甘比为何要争夺一家空壳公司呢？其实，华人置业虽然大部分的资产都被转走了，而且股价也跌到了底谷。不过，华人置业其实是有自己的价值的。一方面是华人置业目前持有恒大价值两百亿的股份，另外还有价值一百亿的债券。也就是说，华人置业的实际价值高达三百亿。 另外，华人置业是香港最老牌的地产公司，历史超过了六十多年，是一家非常老牌的地产公司。目前虽然发展不好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。显然，甘比未来在商界是有更大的想法的。甘比争夺华人置业，一方面是为了恒大价值三百亿的股票跟债券，另一个就是为了华人置业这个平台。 干瘪的野心绝对不容小觑。六十九岁刘暖雄风流一生，七个孩子，原配儿子却是富二代中的清流。前段时间，刘明伟出任海洋公园的董事会主席，上任当天他就和员工接待了一天的游客，在临近下班的时候，还和同事一起在公园内捡垃圾，保持公园的整洁。说起刘明伟的清新脱俗。 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择偶标准。刘銮雄坐拥千亿身家，更是风流一生，一生拥有七个孩子，李嘉欣、蔡少芬、关之琳之流的顶级美女都曾经和他牵手交心。如今六十九岁的他倒是安分很多，和甘比一起享受现在的生活。也许是看惯了父亲流水般的红颜知己，刘明伟对于女友的颜值并不在意。 早在二零一一年，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就和同一学校的同学温迪低调结婚了。温迪是一位华裔学霸，才华横溢，但颜值稍显逊色。刘明伟的第一段婚姻持续了十二年，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，婚姻破裂。离婚不到半年，刘明伟很快就有了新的恋情。这一回，他的交往对象是同一公司的高级职员，是一名高知人士。 据说他为刘明伟生下了两个孩子，但最终没能嫁进刘家，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了。随后，刘明伟还传出了几段恋情，有港大经济系的才女，也有地铁公司的高级职员。最与众不同的，就是无线明珠台的新闻主播赵慧奈，她长相甜美，是一个中日混血儿。同样的，她的学历也不容小觑。之所以说赵慧奈与众不同， 是因为一向低调的刘明伟，为了追求她，还曾经动用过私人飞机带女方一起到北极看极光。只是近期赵慧奈在社交平台发出她和新男友的合照，刘明伟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一路看下来，不难发现，刘明伟喜欢的女孩并不要求颜值需要多高，他更喜欢知书达理的类型。但直到现在，这位钻石王老五还是单身。 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所爱，也成为了众多女性心中的理想对象。刘明伟不仅在感情上十分低调，在生活起居上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清新脱俗。相比较于其他富二代，出街时候的一身行头价值数十万，刘明伟在平时被媒体拍到时，都是穿着简单的 T 恤、短裤，跟普通青年人没有什么两样。和王思聪喜欢吃夜太一样。 刘明伟在私底下鲜少出现在高级餐厅，一份十五元的套餐饭就是他的午餐。他的住所也常常是市区简单的商品房，与老爸刘銮雄的千万豪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甚至他还经常出现在下班的地铁中，就算被捕捉到开车出行，也仅仅是开了一辆几十万的普通汽车。虽然这对于普通人来说算是相当不错的。 但相较于身价百亿的刘明伟而言，就显得太过于普通了。过去在华人之夜的时候，公司也给他配备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，可惜这辆顶级豪车并没有得到他的宠爱，多年以来仅仅在重要场合开过几次。当然，刘明伟也有一些普通人玩不来的爱好，比如开飞机。为了能够自己驾驶飞机四处旅行，刘明伟还特地学习。 拿下了商业民航师执照。刘明伟之所以如此清新脱俗，很大原因与父母亲的过去有关。他的母亲保永琴是一个十分聪明坚强的女人。他的家世虽然一般，但在国中毕业后，他并没有想要放弃学业。保永琴通过打工赚取了前往加拿大留学的机会，并且通过半工半读，靠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四年。 这是在留学的时候，他认识了当年的刘暖雄，同在国外相互作伴、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，并在毕业后嫁给了当时无房无车的刘暖雄。为了支持刘暖雄创业，保永琴变卖了自己辛苦积攒的嫁妆。刘暖雄也没有让妻子失望，他成功拿下了第一桶金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创办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。 刘暖雄也十分有商业头脑，很快的就将自己的企业变成了不可估量的商业帝国。但家境的改变也改变了刘暖雄的内心。很快的，刘暖雄开始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绯闻。更过分的是，刘暖雄的情人李嘉欣曾经打电话给包永琴，开口辱骂，还让他放弃这个已经不爱他的男人。包永琴彻底对这个曾经一起打拼的男人死了心。 时隔不久，两个人正式离婚了。然而，在同一年，包永清被查出患有乳癌，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。这个坚强的女强人并没有倒下，她战胜了癌症，但也对尚还年幼的儿子刘明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癌症是极其复杂的病症，很有可能复发。原本玩世不恭的刘明伟，在面对母亲可能不久于人世的场面，幡然醒悟。 他开始发愤图强，至少要让母亲知道自己有能力活下去。事实证明，刘明伟的玩闹并不是不聪明的表现，他的成绩突飞猛进，后来还前往加拿大进修。在回父亲刘暖雄的公司前，他还是一名法律讲师。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钱堆里的公子哥，在看到父母之间的感情破裂，刘明伟越发的明白，金钱对他来说。 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只有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才能使他获得真正的快乐。因此，刘明伟最终生活成如今这个清新脱俗的模样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